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稻田里面的青苔吃啊。稻田里面的青苔啊，在我们这边啊是非常的干净的，因为都是山泉水流到田里面去的啊。稻田里面的青苔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最爱。现在开始做啊，现在把油倒进去了啊，还没娶媳妇，少倒点油啊，省一点，以后娶媳妇了，生小木木了啊，才有油啊。等油热啊，咱们把青苔给它放进去啊，一定要用稻田里面的青苔啊，其他地方的青苔是不能吃的。给它下锅啊，这个青苔特别的好吃，是吧？嗯，这带着带，拿盐过来，对吗？放点盐巴啊，然后加点山泉水，熟啦，现在可以出锅了，对吗？放点辣椒进去啊，放点这个自己家种的这个小米辣啊，加点小米辣进去，辣一点，好吃一点。然后就准备出锅了，搅拌一下。给它搅拌均匀啊。熟啦，现在可以出锅了。煮成这样绿绿的就行了啊。哇，看起来太好吃了。太有食欲了啊，这个啊，再打点辣椒进来，现在开吃了啊，来老妈吃一口，没有，不吃我自己吃啊，好吃，一个是舒服，